我是悠悠小主播 Rosie， 世界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，2021年的8月20日是世界蚊子日 （World Mosquito Day）。观众可不要搞错喽，世界蚊子日可不是为了纪念蚊子，而是为了纪念英国医生 Ronald Ross 在1897年8月20日发现了有蚊子传播的疾病，并希望提高人们对传染病的意识。8月20日，世界蚊子日，小心蚊子盯上你哦！一说到蚊子，就会想到恼人的嗡嗡声和被蚊子叮完后又痒又肿的包。很多人可能很好奇，蚊子偏爱叮哪些人呢？由于蚊子的头部有很敏感的感觉器官，对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很敏感。大约在50公尺外就能锁定，因此体型较大且呼吸快的人，容易出汗的人，新陈代谢快的人，爱化妆的人，以及孕妇，都是容易被蚊子盯上的对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公蚊子不吸水，只吃植物汁液和露水，而母蚊子只有怀上小宝宝之后才会吸水哦。悠悠小主播 Rosie， 洛杉矶报道。